行了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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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相信了吗？相信了吗？哥，别转悠了，我有点迷糊。行了行，使劲磨去，赶紧遇得急的，去输了。好嘞，武大，前面有个牛魔。行了，是腿了，你跟那些哥就溜呗，很危险，就像无敌的我来帮你。Really, nigga？ 我知道你刚才说啥？没什么，行了行。你我的是复兴国最伟大的游戏，别人的了，我被传授你我的独门绝技——革青天子。看好了，你给我的狗，狗，要狗！这写的写了写，有点东西嘛。看来你已经学会了嘛。那我就再传你一记回忆之术。看好了，继续回忆之术。吴大兄，你怎么不过来？行了行，你怎么不过来？看来你对简单的恶意怎么不过来说呀？你过来啊！有没有完的？让你喊住了！不就是美国去抢吗？你至于这么养着不犯吗？要是就是自己行事了，你没事你闯一个事我看看啊！What the fuck is that？ 我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。看来你是时候。等你见见他了，谁？就是他，峡谷最强的生物，我们都称之为峡谷雷鸣兽。他不是直耳的吗？巴格达，你当我是邪门吗？居然背着我偷偷买雪菜皮肤，居然最强的我，来把你给噗！我小娃子，现在滚，还跟那儿。本命是五杀乐队哦，炸！绝对零度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紫皮怪有点猛啊！小老弟，无敌的我又回来了。Let's get it！ 阿飞，阿飞，阿飞！你说你装什么逼？就这还想抢主宰？这新来的小娃子多少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中路一打五，你们敢来吗？闪六闪，我们西部队。嘿呀，你来，中路等你。闪六闪，不要去呀！闪六闪，你还是太冲动了。这里可不是釜山哥，对面的人不是那么好惹的。小花们，别以为你是新来的，哥几个就得让着你。我告诉你，再搁那跟哥哥嘚瑟，哥哥让你接个坐出来，明个滚回去。就这，就这呀，回首掏。回首掏，回首掏，回首掏，回首掏。宝哥，愣着干嘛呀？人都给你拽过来了，倒是锤他呀！锤弟，宝哥这会儿没状态呀。看什么？你亏地吸他不就完了吗？说的也是啊，看我回头一过。还嘚瑟不？就那么点血还不走，还想回头反杀我？你有那资格吗，臭弟弟？现在有了吗，老 baby？ 加农，我被欺负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你被谁欺负了？跟我有关系吗？我认识你谁呀？我给你介绍妹子。嫂子，滚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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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哪儿呢？滚出来，藏巢里了是吧？是不是藏巢里了？给老子滚出来！不出来是吧？我让你不出来！叫我干嘛？没啥，就是有点想你了。我操，敲错人了，没棍子了。哟，小猴子没棍子了吗？对不住了。目标锁定。Nice.
哟，这小猴子二货一个，啥也不是。一会儿记得把妹子联系方式给我。我拆迁大队队长在你眼里就啥也不是了？拆迁大队算个啥啊？好，很好，直接给你们全拆了也没什么意思。现在开始，你敢杀我们一个人，我就拆你们一座塔。哎呀呀，一不小心杀了四个呢。你猜呀，我看你怎么猜。伽罗，不能跟他刚啊，这拆迁队拆迁塔来的都不带眨眼睛的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哼，不信不信你就试试。 You have been slain. 哦吼，你疯了吧，就这个大水晶了你还打呢？打什么，只要我们拿下风暴龙王，一波直接推了他们。再说了，他人都没了，难不成他能直接飞过去给我们水晶拆了？表妹，上路这么快就打通关了？必须的啊。那要不要来中路玩玩啊？表哥领你抓人。不了吧，下路二塔还没拆呢。哎，塔啥时候拆不行啊？来中路，表哥领你耍。不了吧，我还是把二塔拆了再过去吧。中路有三小伙。哪儿呢？表哥摔啥了？不，你要领我玩啥呀？我操，表哥开爹来了。没事，表妹你别怕。表哥我要没了。没事，表哥在呢。 Shut down. 小鲁班还敢来中路嘚瑟，喝得不耐烦了吧？小凯子，你敢动我表妹就动你表妹的，你能咋地？还有谁？敢欺负我表妹，这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兄弟们砍死他。Shut down. 我操，表哥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表哥，我刚刚被对面欺负你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你说咋办吧？要不你说吧。哼，他们不是阴我吗？这回我们也阴他们，我去勾引。表妹，我觉得这样有些许不妥啊，对面团购太多，我们容易被。闭嘴，老实等着。表哥，就是现在。五杀了五杀了，要五杀了，老子要五杀了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世界突然变得安静，只剩心跳的声音。是你啊，我直接就挂机了。谁说不是的，正好好的五杀被抢了，这要是我早就不玩了。无所谓了，一个五杀而已了啦，不要就不要的嘛。我也不像某些人啊，连个四杀都没拿过。五分钟后。表妹，咱这么一直杀下去也刺激不到对面啊。你说的也是啊，那我们不如这样，不太好吧？那有啥的，来嘛。那行吧。哥，咱们今天干嘛呀？张子佳，大哥你还没放弃他呀？老弟啊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些人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了。大哥你怎么不走呢？前面有人。谁呀、啊、有个女人。走吧。不过去看看吧。没找到紫霞之前，我不想跟任何女人有接触。是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紫霞。大哥
扯几回了，你自己说出几回了，那峡谷里除了我就没别的女的了吗？为啥就非得抓着我不放呢？没招啊，观众吵吵着非要看紫霞嘛，这不正好你穿一身紫吗？你就配合我演一下呗，乖啊，听话，你演完给你整个屁滚。演不演？不演。演不演？不演不演不演，打死我也不演。你演不演？死猴子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这个紫霞我是绝对不会演的。其实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你知道吗？每当见到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。起初还好，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接近，我慢慢的发现我其实已经爱上了你。这么烦呢，我都想打你，你滚，打我，你等着，我早晚会让你爱上我的。夏洛特，你帮我做见证人。滚！不是我让你帮我做见证人，你不忘就算了，你凭什么也让我？十分钟后。夏洛，你现在爱上我了吗？别说了，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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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吧？不诚恳，宝贝，我爱你。大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翻翻他战绩就知道了。啊？有了兄弟，绝对无敌。大哥，就咱们家野区，咱们干嘛要躲草里啊？铁子，对面震雷霄啊！五个惩戒啊，一级必来反野的，赶紧进来吧。清晨去烂家看墙，心情美美。这一大早的，这么热闹吗？奥利给！干了兄弟们！大红狮地震团，二龙戏珠，蛇神出动，一身长马，枪石散，火轮子，九处出击，巨斧砍大树，巨风劈，我的黑虎掏心，乌鸦过飞机。小小震雷霄，还敢来我峡谷三剑客野区反野，活腻了吧你？反你们的野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一流狂奔，阴阳极跳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谁再敢反野？亚瑟，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几个，就是他们仨，翻完墙又越塔杀我，就这么三个小叉叉，看我的！老大，那可是白起耶，走不走？别慌，看看你说。到我，兄弟们，上！也太狗了吧！这他妈也太狗了！白起，亏你还被世人称之为战神，这么狗的招式你也使得出来？兵不厌诈，有本事光明正大打一架，来就来，怕你啊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！收到。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了解，明白。顺风怪耳，妖风雨，一身大宝。You have been slain. 怎么办啊哥，今天看来是真遇上硬茬了。你们稳住，我偷塔。不好，来人了，青莲剑法。追上吧，青莲三四。大河之剑天上来。我活，你给我掉！ You have been slain。还想出来偷塔？
我不去才是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完了，龙王没了。李小白，你是真的小白呀？啊，咱们五个人打大龙，你拿什么抢啊？就这么想赢啊？今天就让你根本赢不了，绝望吗？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好不甘心啊！已经清不动兵线了吗？李小白，难受啊，兵线都清不动了吧？大后期了，你还敢落单？落单又怎样？老子又不需要那几个垃圾队友，再说了，你那几个白给队友又帮不上你。战场上谁给我们勇气？兄弟！战场上谁给我们支援？兄弟！战场上谁给我们信心？兄弟！有了兄弟，绝对无敌！让绝对无敌的传说永远不会被打破。这不可能！记住，胜利那种地方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达到的。海天大队，全体集合！伽罗、诸葛亮手加牵制，给我们争取两分钟。橘子武藏，我们上！知道。亚瑟、白起、典韦，你们赶紧回来帮忙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垃圾队友，帮不上你。你们不想赢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这种人不配赢。大哥，搞定！好。